有的耶。有讯号，爸爸再打给你，好不好？你要乖乖哦，好不好？我在洗澡。好啦，我想说一点半。加油！好，我们会加油的，谢谢你。Love you， 爸爸准备再继续喽。好，我爱你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先跟你说晚安 ，Love you， 亲个。把手机先丢掉了。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，睡得怎么样呢？我觉得还不错，只是半夜想上厕所的时候有点痛苦，好冷哦，身上真的好冷哦，我好像要装热水。我第一次体验这种露宿生活，我就睡那一个。就像天幕打起来的仗，我先装热水，高练哎。哦，很好。你昨天露宿哎、欸？有点冷。有点冷。第一次登山又露宿，真的是一个很勇敢的。树没有这么丑。走啊走啊，没有山高，赶快把营造带起来。早安，你呢？那路程的状况呢？一路到龙安堂，大概6K。上300，来各位，是那个舒服林道，我们要稍微离开一下。你又骗人了，你这样子伤害我们的小杰。没有没有，我要解释一下，像这样子的上切路啊，都是后来山友开出来的。哦，像我们现在踩的地方是以前给卡车走的，所以它路很大条，路底很硬，那时候开就会有很长，然后很缓的这种迂回的之字形绕路，然后上山。那后来因为山友我们比较会爬嘛。对，手脚并用，所以我们就会开很多路，从第一个弯切穿所有的之字形到最上面的路，一路往上走。对，然后对捷径，然后就接到比较上面的路。小杰发现东西了，都没有人。你知道之前是超多的吗？还是恐龙吗？前面应该还有，应该不是吧？感觉应该是什么野生动物？山猪、山猪、山枪还是什么？山猪、山枪、牙齿啊。这是什么？水鹿。水鹿啊。水鹿的牙齿啊，水鹿的牙齿，水鹿也会来到这吗？因为这个都是臼齿，没有，因为臼齿它水鹿是食草性的动物，所以它的臼齿。如果山猪都是杂食性，它不需要那么多臼齿。哦，啊，这都是吃草，其实吃箭竹、吃草之类，所以它要咀嚼嘛。是，哎，可是很酷哎。所以是水鹿是不吃肉的，它是吃素食的。对对对，它跟山羊一样都素食。老死的吗？还是被这个有时候年纪大或生病，然后它就会自然死亡嘛。对啊，讯号很差。哎呦，有的耶！有讯号，爸爸再打给你，好不好？你要乖乖哦，好不好？我在洗澡。好啦，要听爷爷奶奶的话。我应该是在台湾吧？没有时差哦。没有。好。在台湾啦。爬到在哪里都不知道。爬去哪？我想说一点半。加油！好，我们会加油的，谢谢你。Love you， 爸爸准备再继续喽。好，我爱你哦，拜拜。拜拜。晚安，拜拜。先跟你说晚安 ，Love you， 亲个。他真的有想念你吗？当然有啊。马上挂掉哎、欸，这讯号很珍贵哎、欸。对啊，讯号好珍贵哦。对啊，马上挂掉。真的是。显然不想要亲。对啊。然后其他都。手机可以收起来了，工作什么？有跟女人交代就好。把手机先丢掉了。哎呀。